OK， 欢迎回来，我们的古墓奇兵。那么上一集的最后呢，我们潜入了这间寺院当中。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将继续寻找三曼莎的下落。到底神父马蒂斯把他们三曼莎带哪去了呢？就让我们去看下去吧。哎，才刚讲完就看他们了。Sam！ All right, Soda. Here they come. Get on that gun. 就让他们也被包围了吗？啊，对面有人。大事不妙哦！哇、哦，太夸张了吧！连日军尸体也有，所以那些日本武士不仅对付岛民，还有对付那个日本武士，不是对付那个日军，不是对付日本武士啊！日本武士干嘛对付日本武士？哇！我天哪！呀！你太妙了！呜、哦！我靠，这是什么堡垒啊？攻城战就对了。我就知道是本多东胜，就是你。师妹，我帮你喊。啊！呜！我靠，火攻哎、欸！不要啦！出发！我怎么对付他们了、啊？数量超多的。呀！叔叔妹，爆炸攻，耶、yeah ！攻爆炸，打回，死了吧！哦，洗呢？还洗没嘞？洗呢？抓我啊！也是，哦，这什么东西？哇！哇！比剑拔就对了。哦！太夸张了吧！哇！重甲兵。哇！这八道攻其实真的蛮威的。八道攻的数量是有限制的，比较可惜。来啊！比赛啊！就是你！哦！又又！雄鸡！日本武士刀枪还是比不过我的步枪好吗？哦呦，我再来一次！是，哦，我的制刀哎、欸，开玩笑，乱来啊！别站！哦。嘎古，你才要嘎古好不好？嘎古，是吧？往上走 ，OK， 哎呦，还偷袭我，十，来吧，我们前进。看那上面还有东西耶，看到了，是弹药吗？我们要急需弹药，来吧，哦、好多。我们满了，好，去前进吧。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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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来。亚麻路卡了哟，来了。哦，没事哎，好强哦。十，哎，有弹药了。还有榴弹枪，哎，榴弹枪也没了。不要，拼哪！烧死你们！烧死你们！下来啊！好，死掉了。还有一个。哦，解除了。为什么日本武士要放一堆弹药在这边呢？他们又不会用枪。不要啊！太离谱了啦，越来越夸张哎！哇！哦，好刺激哦！
拿枪的敌人，这也太夸张了吧！果然是将军等级了。四，哎呦，来了，耶！我自己差点飞走。 结束了吧？应该结束了吧？血债一场啊！看来应该结束了。太棒了，结束了！哎，好险好险，还以为有人要冲出来了，该不会还本多忠胜吗？他不见了，很多人呢，出来！ 是他们的，应该是他们陵寝的吧？好大的那个卑弥呼像，这边没有一些弹药，我们先收一下弹药再过去好了。我觉得后面可能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弹药，没办法捡。OK， 好吧，满了，那我们就继续。真的是夸张哦。 他们自己盖的城寨吗？本多，这本多好像有点不堪一击，本多就上去了，好大。 来了，关起来，峡谷神社。然后这边看起来是有一个武器，武器下来。哦，天哪！我的武器已经快升满了，而且小枪叫神奇嘛，第三闪电枪好了，闪电枪我觉得还蛮有用。弹弩可以装12发子弹，还有一个改造接收器。不过我现在的。 可以提高那个杀伤力，不过我现在的废药不够，可能还再收集一点点。好吧，那我们是不是看一下能不能废药？看来是没有哎，不要吧，就差那么一点点。一本书。背水一战。Never。Never。They were waiting for us, hundreds of them. They are waiting for. We never even made it to the sacred chamber. From the beginning, we were doomed.
哦，我了解了，就是其实那个日军的士兵，他们有来过这边，想要调查飞明夫的那个遗体跟他的法力，不过事务是没有成功啦。你看，因为掉满满的人。OK， 那我们去前进吧。看来是最后关头喽。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哇，太恶心了，有点夸张哎。好吧。管啦，先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捡。看来上面应该打破那个石头。果然没错。This Chinese earthenware is thousands of years old. Could they have visited this island before the rise of Yamatai? 甘肃总督，这是骨灰坛吗？还是夜壶？所以邪马台的历史，亚马台的历史其实还蛮久的。因为我们看到，像清朝以前的明朝啊、唐朝都有那个。Well, it had to be done. Laura left me no choice. If I thought she could play the game, I might have let her in on my plan. But she doesn't have the grit for this business. She isn't. 果然，你看，惠特曼博士就这样，你看，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有没有？太糟糕了。It won't look good. 甘曼莎的遭遇只是，说是为故事增添可看性。Make it off this island.None of them can. And whatever happens, 不要成为这趟旅程的唯一生还者。看一看，丝毫回弹模式，丝毫死了哈。OK， 那我们现在想办法解开这个 puzzle 吧，这个谜团，应该是不是很困难吧？所以应该是要把对面先打开喽。好吧，我们试试看吧。还有飞蛾哎。不晓得我的弓箭射不射得到这个飞蛾，让我试试看。好像有点难度有点太高了，算了。不要靠近我。有点地图。废掉。所以这里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在看那个三百壮士斯巴达里面有没有关犯人的那个哇这处决尸体的吧太夸张了难怪那边满堆的尸体成堆的尸体、所以应该是要把它撞破咯试试看吧是我们可以搭着它过去，而地上那个洞来救不了，会不会让我们摔下去下面？猛！哦哦哦！耶耶！啊呼！好痛哦！果然不行，太大意了。应该是有个角度啦，可以放低一点，例如把它降低之后呢，我们试试看。这有点威哎、欸，怎么没有撞一下？他这个反作用也太大了吧，不科学啊！OK， 继续前进吧，这是应该就可以了吧？哦，大鱼上钩喽！哦，一看 ，You can make this jump！ 哎，这，哦，哇，上来了！这里是 The Sun Queens. The fire ritual where the queen chooses her successor. A chosen priestess enters the monastery, and she's given your power and becomes the new queen.
Wait a minute. Many have given up their souls willingly for this. Now the first and last queen lives a half-life, a soul in a decaying body. Vessels. It's not transferring power, it's transferring a soul. All these queens, they're all you, Himiko. First and last. Oh God. And now you want Sam. 果然没错，所以他还是要三曼莎的身体吧，用他的身体继承他的那个，太夸张了。好吧，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吧。 A vessel for the queen's soul. I've got to stop this madness. Yes, we got to stop it. OK. 那我们这期古墓奇兵就先到这边咯，那下一集的话，我们会继续前往更深入的冒险，寻找三曼莎的下落。OK， 那我是老 P， 我们下集再见咯，耶哟！